林村阿文中华女子射箭队今仔早起伫复合弓团体比赛，甲地主南韩队是抢金牌，最后比数是226-229，三分输给南韩，摕到银牌。这场金牌的比赛，咱国女子射箭好手黄义柔、温宁明、跟陈丽如三个人哦，在第一局以56-58落后地主韩国队，也唔过分数是一直正接近哦。唔过中华队在第十五局发生严重的失误，最后是正可惜，中华女子队差三分，甲金牌无缘，也唔过为中华队摕到一面银牌。